身背谋女郎称号的倪妮日前现身上海，前一晚和另一位谋女郎周冬雨同台较量时尚秀场，并且以高雅成熟的路线和周冬雨的小清新诠释了不同的女性魅力。次日一早，倪妮就火速赶回北京，在上海38度的高温天气下，大家都穿着短袖短裤短裙，一身清凉装扮，唯独倪妮现身时反季节的打扮引来了不少路人的异样眼光。当天倪妮身穿一件深色牛仔外套和一条蓝色九分裤，显得十分厚重，发现周围人都频频回头观望他之后，倪妮一路上都低着头前往办票柜台，在助理办理登机手续时，倪妮还低着头发着短信，尽量不让别人发现。等待助理办完手续之后，和倪妮窃窃私语了几句，倪妮这才放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之后一行人有说有笑的前往登机口，完全无视周围人的眼光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孙俪。